你都干什么？什么花样？我的枪法准不准？准。那我的功夫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厉害啊！请放下，放下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文他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 被人给杀了，不可能吧？阿文的本事比我还高，谁杀得了他？真的，他已经死了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家人，他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。他现在也离开我了。 还有我在你身边呢，是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都不会背叛我。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会背叛你的。我发誓，一定是那个内鬼干的。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你太莽撞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会出大问题的。什么问题？中统派你来刺杀方延松，你现在把他杀掉了，事情就这么简单？我做的天衣无缝，他们是看不出来的。那个替身是什么人？无法辨认。就凭他身上那个证件，哼，这就足够。 太小儿科了，你太多虑了。其实敌人啊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小。我就在敌人的心脏里，他们怎么样我最清楚，他们并不是你想的这么愚蠢。我只想帮忙你，我并没有别的意思。 你太没有组织观念了，做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不需要请示吗？至少你应该跟我说一声，这样会造成我工作上的费用。杨琴，也许你并不知道我内心对你的感情。咱们在船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……方延松同志，你能见到九号吗？可以。 处长，空囊，阿文在上海被杀了，调查一下究竟是。阿文，怎么可能？世上没有几个人能杀得了他。他是调查内鬼去了，他一定是查到了些什么，所以才被灭了口。阿文现在是军统的人，我们插手合适吗？是我拜托他去查内鬼的，他的死我有责任。 无论如何要彻查到底，把这个内鬼揪出来。是。
没有，我曾派了个卧底到日本那里，他和我单线联系，可是现在局势变化，我很难再给他支持。你这次去就可以代表我继续支持他，没问题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找我放在上海的沈亚琴，他会给你必要的支持。 这是联络方式。注意安全。是。九号批评了我，对不起，假期同志，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。 前两天你送的情报非常有价值，九号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，也希望你好好的保护自己。谢谢组织，还有领导对我的关心。其实我也不认识他，只是通过中间人向他传递消息。我也一样，只有在深更半夜的时候通过电波才能和他联系，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。那我走了。 我是一个有尾巴的人，原谅我先前对你的态度。到处都是敌人的耳目，你要小心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你不该问。你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。都是革命同志，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，请你相信我。 Hello, Michael. 你好，黄先生。你好，请坐。坐。表哥。珍妮。还记得我吗，表哥？当然记得。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。这么说，你知道我活着。 有一点预感吧。怎么跟你说呢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。不过最重要的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？珍妮，我为姨父和姨妈的遇害感到很痛心，也为你们姐妹的命运感到。 这是命运还是其他的，我说不好。好在咱们还活着。你现在在哪上班？我是到上海来出差的。从哪儿来？香港。珍妮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就没有回美国，在上海住下来了。我先是在一家盛兴医院工作，现在在。 美国商行任职，我没那个勇气。是。现在日本军队在上海越来越猖狂了，你以后要小心点。这也是他们最后的疯狂。 你在美国商行任职，万一日本人和美国人打起来，你岂不是要遇上很大的麻烦呀？应该没关系吧？这么多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还好。战争改变了你们，也改变了我的生活。 不然的话，珍妮，那些东西就没那么重要。
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也。方延松死了。这年头真是奇怪，连个记者都能发现特工的身份。这种装死的办法他也想得出啊。不过这倒证明了一件事情。对，他不想离开上海。他要是走，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看呀，我们还是盯紧他的老窝和手下，有一天他肯定会出现的。师傅，哪能找到这种纽扣的，知道吗？哦，造得很精致啊，这不是工厂的产品，肯定是手工制的。那您知道是谁做的吗？以前我们也手制的，时代不同了，干这活的人很少，利润很少，我们现在也不干了。您能帮我查一下吗？您还认不认识现在人干这种活的行家呀？以前认识几个，现在是兵荒马乱的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都找不到了。回来了。找什么呢？我想帮你把衬衣烫一烫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下属来？我不喜欢衣柜里面乱糟糟的。这么说，你当家庭主妇比当特工更合适？这两者并不矛盾呀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不是特工的话，我会更喜欢你。如果我不是特工的话，我就不在这儿了。今天我去联络处了，上头又有新的任务。是不是关于阿文的死？聪明。太好了，上面终于让我们去调查是谁杀死阿文的了。我觉得阿文的死啊，特别的离奇，这里头肯定有很大的阴谋，我们得步步为营，不能着急。阿文是我的教官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一定要找到凶手，替阿文报仇。是啊，报仇，报仇！韩明，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一直到现在，你满嘴都是报仇两个字。我劝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是个特工，你无时无刻都要保持冷静。不光报不了仇，连你的性命都会有危险的。用不用我提醒你？现在我才是组长。
是。怕你这么一个神经病来跟着我，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在联络处等我的消息的。等你，等到头发都白了吗？最近宋倩盯我盯得很紧，你这么硬来，我会没命的。建立默契之后，便不会这样了。三天以后到联络处，我要把情报放在那里的。滚蛋！杀阿文的鬼，你有头绪吗？我还在查，你别老掺和，否则的话，你我都不安全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全靠你了。哎，小东西，借个别等了，你等的人永远不会来了。先生要喝点什么？啊，先不用，谢谢。你还好吗？我没话跟一个汉奸和杀父母的仇人说。耿龙已经死了，离开上海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没想到一个汉奸还能关心你。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，只希望你记得。仍然爱着你。这么巧，李小姐，
赵康君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喝咖啡啊？是啊，你也这么有闲情逸致来喝咖啡啊？对啊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最好是和爱人喝一杯咖啡。你在等你的爱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听说他会来这里的。他见到了没有？没有。那好，我不打扰你了，希望你们早日重遇。小姐，去哪里？静安寺。好。队长，给你发点东西。再收拾一下，带回去。是。卖爆了，卖爆了，卖爆！卖爆了，卖爆，卖爆！哎，卖爆了，卖爆了，卖爆了！老方，这个六号值得怀疑。这样做出决定，太草率了。草率？毕竟银行经理是我们的人。因此牺牲了，这是多大的损失呢？六号的行为值得怀疑，要提高警惕，不能麻痹大意。你喜欢，但这是革命工作，来半点私人感情，来不得半点仁慈和软弱。立场要坚定，旗帜要鲜明，这是隐蔽战场上的斗争，就是你自己的老婆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老马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一个打心眼子很强的人。那还等什么？下手啊！你急什么呀？该出手时我会出手的。你要是不情愿，那我就派人动手了。你不能这么做，现在还不能说明，就是他出卖的。怎么不是他？他和赵航在一起喝咖啡，我们的线人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。这一切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如果他没有叛变，赵康为什么把他放走？他是主动见赵康的，出卖了我们的情报，他已经叛变了。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找一下老马。哎呦，这里啊没有老马。那你们老板呢？老板，有人找。小姐，你找我吗？嗯。您贵姓啊？我姓李。啊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找错了。没事，好，那坐好。那个接头地点为什么会被撤销？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组织开始怀疑我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你单线联系。
正是。是假的？确有此事。为什么？我是接到消息以后去和宫郎见面的。宫郎是谁？中统从重庆派来特工，我到那儿以后发现有特务监视，所以我知道泄密了，所以我就离开了。你离开了为什么还要回去？这是我唯一和宫郎见面的机会，他给我带来了中统派来的绝密的任务，我不能不去。谁知道我去了以后发现赵康在那儿，所以我就怀疑可能宫郎出事了。你和赵康曾经有过一段恋情，为什么在你自传里没有写？为什么向组织隐瞒，向我隐瞒？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你怎么这么在乎这个？不是在乎，是一定要搞清楚。我是怕组织不要我。雅琴，现在组织上让我跟单线联系，有些事情我必须搞清楚，希望你能理解。组织怀疑我了。组织遭到破坏，有同志被捕，不能不查出原因。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让我说什么？说这是我干的啊！我投靠了敌人，背叛了同志，你就想听这个对不对？沈雅琴同志，我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，这件事情有可能跟你有关，你发什么火？我不明白宫郎为什么会被杀，我也不明白这个交通站为什么会被敌人发现，我更不明白我和赵康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拍照，也许是赵康一手策划的。我只想说，我是忠于党，我没有叛变，没有变节，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，我更没有投靠76号。组织上没有下结论，只是询问。我这不是已经回答了吗？你的回答有很多疑点。那你可以把我关起来审查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那我只知道这些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赵康为什么不杀你？为什么放你走？四周都是他的人，按理说你是走不了的。这难道不是一个疑点吗？不是我为难你，其他同志也会这样问，我怎么替你解释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更没办法跟组织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必须向组织坦白。你走吧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沈雅琪同志，不要对组织有什么想法，组织这么做没什么错，你要配合组织查清问题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？我没有背叛组织，我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好吧，你这么不配合，那我只有如实向上级汇报了。你汇报吧，你怎么汇报都行，反正我也无所谓了。现在还不能说明沈亚琪就已经叛变了，宫郎是我派他去见沈亚琪的，他的被杀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事情，这只能说明事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，更说明这个内鬼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。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宫郎不可能是沈亚琪杀的。那这几张照片如何解释？这会不会是76号的离间机？命令沈亚琪立即回来。如果他回来，再对他进行甄别；如果他不回来，就派人把他给干掉。代表，阿文被杀，宫郎也被杀了，你的部门可真是威信扫地呀！你是怎么搞的？还想不想干？要不是我在陈老板面前力保你，你的职务早就被通通的撸光了。明白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我的压力也大呀，我在力挺你，你总不能让我为了你
而丢了乌纱帽吧？您放心好了，请给我点时间。组织上还是信任你的，没有给你任何祝贺。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，我已经得到了命令，让我立即回到重庆。这么回去太危险了。也许再走回去，我就永远不会回来。连自己人都怀疑我，何况总统？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再说我也想清楚了，不就是一死吗？你不要这样，你要积极面对，去证明你自己。我怎么证明自己？谁能相信我？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，一旦线断了就失去了联系。沈雅琪同志，受点委屈也是正常的。我这个人比较直，说话不会拐弯。我想活到看见日本人被赶走的那一天，活到看到胜利。请组织相信我，我是永远不会背叛组织的。相信一切都会搞清楚的。你一定要坚强一点。贺处长，赏你跳个舞吧。好啊。贺处长好像心情不好。没有。对于阿文的牺牲，我非常难过。他曾经是我的老师。我知道。你是他的得意门生，阿文曾经帮助你。没有阿文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非常感激他。阿文也曾经是我的学生，他的牺牲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我一定要找到杀阿文的凶手，我要为他报仇。应该的。听说阿文是被内鬼杀害的，很有这个可能。阿文和宫郎的死，我很遗憾。有人说他们是被内鬼所伤，你怎么看？有什么证据吗？目前还没有。
日本煤机关的松田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他什么招数都使得出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我们的人不能白死了，得报仇。你说的这个内鬼指的是共产党、日本人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查出来什么？ 就是什么，我正在找。沈亚琪还没回来，怎么搞的？ 赵先生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赵抗拒，过目不忘，不是干特工的条件吗？赵先生，请喝酒，我叫吉川。 他是中国人，我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。赵先生，听他说那天在咖啡厅，赵先生和你的前未婚妻聊得挺痛快的。赵抗拒，这如何解释？那天我杀了中统派来的特务功劳之后，从他的身上搜到了地址，我就守在那儿。 但是没有想到，出现的却是沈亚琪。杀死公狼，得到情报和沈亚琪见面，这都很好。可是那天你为什么对李湘梅说你没见过她？宋丽先生，一向都是直接跟你汇报的，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和李小姐说吧。我想，这也是做特务最基本的原则。 是吧？可你为什么放过他？难道你认为他对我们就没有危险了？好了，赵恒运，你暂时放下你的职位，你的工作由李香梅接替。行了，我们今天是来吃饭的，我不想腾空吃。 赵先生，你放心吧，您没有完成的工作，我会替你办得妥妥当当。 赵先生，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是自己人，是替重庆工作的。吉川小姐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，那你现在就很危险了。 赵先生，我是在开玩笑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来陪陪你。你开玩笑不好笑。
有你陪了，去吧。这是顾廷先生吩咐的，可是肖先生，肖先生。